吧，兄弟们，月华路吃180级的宝宝得花多少钱？游戏比例降低是吃便宜还是零用便宜？老王光环对更新出奇虚迷宠，直接吃月华路升180级，结局有点惨。来，小伙伴，游戏币集合1.174亿，谢谢村里等你的土狗啊！王哥，我的69张没看到吗？没看到，你慢点送啊！兄弟们，这宝宝写了仨超级技能，够不够用？开干了啊！哎呀，先洗一个特性吧。竞速的宝宝，一回合的宝宝用啥特性？反正顺法和顺势，我觉得都能忍啊。来，咱们先去感受一下施法，屌不屌？快不快？缺高敏和高感，不缺，我们有办法解决，要的就是施法就行了。来，有超级法爆，这他妈也感觉不快啊？是奔雷慢的事吗？快吗？啊，看一下，11、12、13秒开始秒出，15秒结束，啊，不到2秒。感觉这还不快，老王现在最快的施法其实还是泰山，只是快的太少了。现在泰山反正以后他说了，再改泰山的话也不会改施法速度了。先洗特性，来，先洗特性啊！我觉得那个叫鼓舞我能忍，顺势我能忍，顺法我能忍。御风是啥？滚！易怒没有用，弑神没有用，弑神没有用，灵断没有用。御风没有用，弑神没有用，抗雾没有用，鼓舞谁用啊？我用啊，自己的五开自己定义嘛。开发组人员变动的消息了，对吧？那我觉得新官上任3把火，那第一把火是不是得烧一烧啊？顺法33%啊，快去边。食药不要，食药不要，顺法66%，66%不行，顺势，我操，顺势59，顺势59要吗？顺势59相当于顺法里的50%，反正有总比没有强。问题是锁不锁？最少99顺势，再洗洗，不锁，锁个灯啊！顺势59，加的正面和负面一个效果，狗都不用，忍了，家里没钱了，没事儿，没钱有兄弟们的助威票票，还有弹幕鼓励，没事儿。易怒，食物，复仇，小弟儿，灵刃，我能忍顺法，能忍鼓舞，能忍顺势，妈都忍者神龟了。啊，灵法争锋，瞬击，顺势，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把正面比他妈负面还。乖巧，自恋，逆境，抗法，灵动，完了，兄弟们，好像亏了。逆境好像还可以啊，我天天都这么走啊，我只有不来。抗法，逆境其实还行是吗？咱们没有逆境的宝宝，怒吼，力破，谢谢长夜有星河，暗劲，争锋，自恋，食药。你早上起来刷牙手都没劲儿，为啥呀？哦，你是起来太早对吧？顺法100%，顺法10%，忍了啊。OK， 啊，宝宝装备一带开始升级，119的宝宝如何快速的升到180级？元宵还能吃5个水晶糕，我有老多修为点了，平时根本那体活卖不出去的时候都留着了啊。因为这上面应该没换经验。120、121，牛逼！122，牛逼！对不起了，月月。哎呦我靠，完了，浪费一级！兄弟们，浪费一级，还180减131是多少级？180，180减去131啊，差距49级，49级吃月华路，我看一下吃月华路，我看一下灵佑，灵佑是3000万游戏币加150块钱啊。灵佑是3000万游戏币加150是吧？啊，降到130，再吃180，这样没有浪费。别说话，先送助威票，相当于是5000万。现在的比例150块钱能买好多钱，看一下鱼岛的比例。哎，还别说，还真别说啊，
给兄弟们来一波超级解压的吃月华露啊！来吧，兄弟们，月华露吃180级的宝宝得花多少钱？咱们开局的话是12726，再加上10个，再12726，再加80，12860。12806 OK， 看一下吃月华露啊，吃便宜，游戏币比例降低是吃便宜还是06便宜？你不喜欢的工作，哎，这太解压了吧，兄弟们，这一顿花里胡哨哐哐操作啊，而且这种是真的回收了游戏币，对不对？咱们在这个仙灵店铺里花的钱，他不可能转手的后台提出去卖给藏宝阁吧啊。哎呦我去，爽 啊！作为票我连续点了80下，没有触发天命感谢啊，难受。139了，129可以用，请留步，直接140级，不留不留。啊，以后不用的，你就在老王的直播间挂，他不直播也能获得助威票啊。王哥，兰博基尼是 SUV 吗？我管那种车叫啪叽啊，感觉公交车一脚油门刹不住啊。都能压那车上去，我不知道那是啥车，也反正就哈尔滨那种车也少，就上去看看就行啊。万一遇到呢，对不对啊？拍张照啊，不是能蹭点流量吗？直接领用行吗？行，直接领用行。但是现在比例不是变了吗？1500万150块钱不是能多吃好多月华露吗？可能就吃划算了。就是也给你们测算一下，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选择的时候，你们也知道该怎么做。以前领用的话就是比较稀有，就是得需要提前购买，然后用的时候再用。那个时候福战各个团队都是领用只用来降级，不用来升级。等会儿吃完以后看有没有零用，看比例吧。吃到180得吃到下午，我要是5分钟之内吃完了，你给我啥奖励，兄弟？你说一个价我听听。挣钱你不会，花钱你还不会吗？升级有音效吗？有音效就好了。一颗爱你的心。吃到160级，我发现怎么后期吃的这么慢呢？啊？好像亏了呀啊！感觉5000万吃不到180，溜了，别怪我，没事儿。你刚才刷了个电磁炮，咋地也能补上了。啊，手倒是有点酸了。兄弟们，能陪我手酸一把吗？能换8000张的也送不来。我靠，后面几级好难升啊！亏了，这不是完了，全他妈完了吗？我真他妈不应该听傻子的建议啊！哎呦我操，手麻了，手麻了啊！还行，手麻了，人没麻。差点吃进去1亿游戏币啊！哎呦我去，后面的等级太难吃了。好了，兄弟们啊，180级了，180级的话我算一下，180级，180级的话，刚才是12806，减去6086，吃了6720，除以余岛1500的比例，花了448，正常只要花350就行了，多花了98块钱。兄弟们，啥比例也不要吃月华露。